奥林匹克就是已经确定将霹雳舞纳入在2024的巴黎奥运。那巴黎奥运即将要进行的这个叫做霹雳舞项目，也就是俗称的地板动作。那地板动作，那这次是举办的就是这个项目是男生跟女生的一对一的 battle， 是把它这一个特别的元素加在这一个我们这次的这个110年的国庆的演出当中。那最后一 part 就是，当然我们先卖一个关子，我们有就是全台湾最顶尖的霹雳舞选手，然后从最年轻一直到现役，然后还有最资深的教练都会参与在演出其中，期待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表现。跳舞练跳舞练多久了？看前面看前面。练一年多了。嗯，这次练舞会辛苦吗？不会。喜欢跳舞吗？喜欢。每天要练多久？每天练到晚上11点12点。这么久。